现在呢，我们第二个动作呢，双手举高，双手来握拳，在你的右上方卷两圈，换左边卷两圈，换右边卷两圈，换左边卷两圈，换右边卷两圈，哎，厉害哦！第三个动作做出来，你们就猜出来这一首歌曲了。可是呢，先不要说出来哦。来，右食指借给我，哎，指向你的左上方、右上方、左下方、右下方。好，停，来，等一下，有没有人知道这一首叫做？这个喊得最大声，来，请站到前面来。来，因为我在等你喊得最大声的啊。好，来，请春春站在我旁边。没有错，这首歌曲呢，是我们台湾的歌手伍佰所带来的《你是我的花朵》。啊，好，来，他要跟他换啊，赶快，不要怀疑了啊。来，你站到前面来。现在呢，各位朋友，双手叉腰，听到音乐准备做动作，来，音乐起响。好，来，屁股扭起来，哎，屁股左右。哎，帅哥，左右不是前后。哎，扭动你的屁股。好，右边。好，来，副歌到最右边。
各位朋友，这首歌曲很累，有爸爸。